有朝气的，是我们的礼拜五小周末。今天呢，带来的是惊喜还是惊吓呢？今天我们来揭晓了。今天上架了好多商品，有牛仔系列，有你们想要的拖鞋，全部上架了。而且有好消息要告诉台湾跟大马的粉丝哦，台湾呢来真的，我们的活动在这边。今天因为活动真的很棒，有免费订单，然后又有购物满额赠，又有免运哦。台湾的部分，那海外的部分，我们一样就是有满300折30马币的部分，一直持续的不间断，所以大家呢一张订单都可以重复的在使用哦。所以呢，今天呢我还是要花一些时间把这个讲清楚，因为呢其实今天的活动有一点点多，我是针对台湾的地方来做讲解好了。台湾今天呢，它只要是满520的邮费，就是你的订单只要超过520元就免运。好，大家跟着剧院那么久了，剧院做免运活动大概是3年只有一次哦。所以呢，今天在这个母亲节最大档的活动，给台湾粉丝一个免运的部分哦。那台湾还有第二个活动，就是满2000折200。你在结账的时候，只要你的订单超过2000块，你可以输入折扣码，直接现抵200块。所以呢，意思是说，你只要买超过520块。你就可以免运，买2000你还可以输入200，等于1800也等于是免运。所以台湾的地方是这样子，海外的地方呢，我们一样持续我们的300元折30元马币，然后订单你只要有一张订单成立，就可以一直使用。再来呢，今天直播的活动就是两个地方台码都有，今天只要你是刷卡订单有购物的，把订单贴回来就可以享有抽奖资格。在今天官播，妞儿要在母亲节前夕把台湾抽3名，大马抽2名，整张订单免费送给你。但是呢，前提条件要讲清楚，一样是第一个刷卡订单。好不好？所以呢，今天的活动呢，真的是很好玩，所以呢，有没有没有听清楚活动内容的？好，来，每一天的活动不一样。其实今天针对这个2000折200，是我们假日连假还有母亲节因应的活动。那如果台湾跟大马粉丝如果有那个活动不清楚，现在一定要赶快问我，所以等于是你今天呢，只要买超过520，台湾的地方就免运。那你有买超过2000，还可以再折200。每天的活动不一样，好不好？所以呢，你看你是在哪一边？你是在台湾官网下单的话，这边就是我们呢可以这样子做一个免运在台湾的地区。那如果是海外的话，满300折30元的马币哦，因为呢真的是每个地段我们的优惠折扣活动不一样。那今天呢，只要有参加直播活动，你购物我买单，好不好？你只要是已付款订单，订单编号贴上来，你是刷卡订单、付过款的订单，在直播结束之前，我们就会抽出来台湾3名、大马2名，直接整张订单就直接送给你。像上次海外直接抽到2张订单，都是3000块到4000块台币的金额，整张直接送给你，超级超级划算的咯，好不好？来。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便宜。那如果海外的部分，我们都是满300，然后马币折30，好不好？都是满300，马币折30。所以呢，我们这边呢就是针对台湾地区跟我们海外地区哦。好，然后呢，小帮手一样再帮我打一下，因为我觉得做免运活动或是有做活动，大家的那个就是还蛮多种问题的，所以呢，如果有不清楚的话，赶快在这边好不好？然后呢，免运活动真的非常久，折扣码今天直接秀在这边，官网上也可以直接看到，所以我们也不需要抢，它就是你只要有购物就可以买。今天要抢的是什么呢？当然就是现货啦，就是我后面的这些。鞋子啦，好啦，今天呢，我第一个就要先介绍鞋。早上呢，其实已经很多人就是开始抢鞋子了，现货。今天你有抢到的，全部基本上都可以出现货给大家。可是呢，你们一定要配合。等一下，我第一个我就是要介绍鞋子哦，有满满的现货让大家来做购买。然后呢，尺寸、颜色，等一下都会介绍给大家。还有今天的鞋子还特别给了优惠价880元，超级优惠。第一个880，你已经达到免运资格了。那如果你今天再买其他的牛仔系列，今天清一色全部都是牛仔，超好买，有裙子，有洋装，什么都有。所以呢，请大家等一下自己留意鞋子的尺寸跟牛仔系列，好好的听好。今天呢就非常非常的好买。好，那海外的地方，刚刚有粉丝问到香港啊、新加坡，那请小帮手帮我回一下，就是免运的部分是什么样的优惠？
好，所以呢，大家看一下问题哈。那再来呢，这个鞋子我等一下第一个介绍，所以今天鞋子还特别开了直播优惠给大家，880元哦，超级优惠。活动结束啊，到时候回到原价，你们没有买到便宜，又没有买到现货，那就没有咯，好不好？好，所以呢，来这边跟。好，目前呢、啊，免运我们就否台湾地区，其他的都是马币折300折，马来西亚的话是300折30，然后其他地区你可以使用就是折扣码2000，直接折200，好不好？所以活动呢，它非常非常的多种。好，那今天呢，真的很好买，很容易啦，2000折200，我觉得今天门槛太容易，因为鞋子一双你就免运，你买一双就免运了。好，然后呢，再来今天这个鞋子满满的现货，想要牛仔宽裤，想要马裤的，等一下我全部都会介绍，全部都会介绍。所以呢，今天你要抢现货，想要赶快收到，今天就被出货的人，鞋子你一定要配合哦，因为鞋子下一波至少要10天以上。那这一双真的是准备非常久，而且大家日也盼夜也盼，那也是妞儿呢跟团队们我们实地操作过，走过穿过试穿过，很棒的凉鞋，所有的疑难杂症我们都解决了，不论你是鞋型啊、宽脚板啊、脚板肉啊、脚穿了会痛啊、鞋子会跑掉的，所有的问题都帮你们解决了。所以今天这一档活动满520就免运，我简单来说，你今天随便买一样我们的商品几乎就是免运了，几乎就是免运。那鞋子特别还开了优惠价给大家哦，今天特别给鞋子880元，等于是免运。那台湾地区还有活动，2000折200，折扣码在这边。那折扣码呢，它其实在官网上也就有了，所以大家也不用抢，也不用担心，官网的首页都有秀上折扣码，直接让你们任由的使用。这是我们母亲节的活动。那海外的地区就是300元折30元马币，300元折30元的马币。那订单呢、啊，我们都不分，只要你有成立订单就可以使用，只要你有成立订单就可以使用了。今天真的这个活动真的非常非常的棒。好，所以呢，今天呢，我相信我会花一些时间来讲游戏规则，还有你们听清楚哦。今天呢，只要是已付款订单，你有买东西的，把订单编号贴回来，我们今天在直播结束之前会抽台湾3张，大马2张。整张订单免费。好，也就是说呢，像海外地区很强，每次抽到奖都是3000，高达台币3000、4000、5000、6000的金额，整张免费，就是真的就是送给你们。所以呢，大家今天加油哦，就是3名跟2名，我觉得今天真的是蛮慷慨跟大方的。好，官网首页你看不清楚的话，其实也可以叫妞妞这边秀给你看，但是我们官网一进去就会有一张图，上面在写说今天所有的活动，母亲节活动是做什么，那、你要自己截图也可以，官网上也都有。这是否台湾的部分，台湾跟港澳新加坡你们出货的话只要2000元就可以折200，这是折扣码。那海外的部分大家应该都蛮熟悉的，我们都没有改，300元折30元的那个折扣码。再来呢，今天台湾地区要特别讲，给台湾优惠520的免运哦。来台湾地区，如果你是老粉哦，跟着剧院跟着妞妞，妞妞从来不做免运活动哦。好，这真的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才有的，跟着剧院大概已经1年2年不会做免运了，我相信大家都很了解。所以呢，鞋子有选色障碍，我现在就要开始讲鞋子了。所以我讲完，我建议大家还是先加入购物车，等一下赶快牛仔系列介绍完一起去结单哦。因为呢，现货的鞋子现在这个季节就太适合穿，不论你穿牛仔裤、牛仔裙，超级好穿的。选色障碍我没办法，因为呢，今天我早上已经看到很多人都是买两个颜色。好，所以呢，我现在要开始说咯，总共可以开始了吗？有没有活动不清楚的妞儿可以再交代一下。那我还是要特别的提醒大家，如果是已经刷卡订单的，你订单编号贴回来，我们等一下在直播小帮手会在这边抽奖，直接审核，直接把订单送给你，帮你出货，很可怕吧？好不好？订单编号直接贴，有下单的刷卡订单，你刚刚有下过单的，你直接现在就贴没有关系，等一下系统会抓。现在你只要下完单就可以贴了，好不好？如果还没有出货可以并单吗？我们没有并单的功能，所以没有办法并单。那今天呢，再讲最后一次，台湾地区满520就免运，基本上很容易。好，那免运也是剧院一年一度，好几年才会做一次的大档活动哦，所以请大家把握机会。再来第二个活动，台湾就是有满2000送200的折扣码活动。好，那这个折扣码也不用急着截图，不用急着要它，因为呢官网上都有很清楚的资讯在首页，所以没有的话，你也可以现在截图，或是你问小帮手，或是在官网都任何的地方都找得到它。
2000折200，所以等于今天可以2000折200又再免运。好，那海外的地区大马的部分，300元马币则30元，三百元的马币则30元，这个活动一直都有在帮大家持续哦，反应也非常非常的好。再来第三个活动就是今天的直播活动，你购物我买单。今天你所有有购物的，把订单编号贴回来，200508开头的，我们在直播前结束会抽台湾3名、大马2名的免费订单送给你，买越多就越便宜。那我的经验是，上一次我记得小帮手才抽2张大马，都是高达4000块以上的金额，整张免费，真的，这是真的。等一下在直播直接当下会抽。好，抽奖不分哪里，如果台湾粉丝你现在在看台湾的直播，你直接订单也是贴在这边，系统会抓所有的订单编号，它不会分是哪里，好不好？不会分是哪里，就是订单整张免费。好了，那我要开始介绍鞋鞋喽。鞋鞋第一个，大家已经有选色障碍，但妞儿已经先说了，选色障碍我没办法救你，因为3色我都有。但就我今天看到的订单，因为才880块，又有免运，又有优惠，又有2000折200，所以很疯狂的，大家今天喜欢的，真的都是疯狂的买1色或是2色。好。首先呢，我先来介绍哦，拿到鞋子的时候上面都会有我们 Growth Monday 的 logo。 再来呢，我觉得最特别的是三个颜色真的都好喜欢，米杏色、焦糖色跟我们的黑色。好，那因为我现在脚上穿的是杏色，这个米杏色其实是我自己本人最喜欢的，然后黑色跟焦糖色，我焦糖色的那个投票很高，大家都喜欢焦糖色。然后呢，再来我要特别讲，有没有看到这个鞋鞋它是方形的，今年非常流行方头的设计，所以呢大家可以注意看一下因为我的脚虽然瘦，但是呢它不会往旁边扩散，下楼梯也不会往前冲，这个是我们所有公司实际都穿过，而且还可以跑过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拖鞋，它不会脚不会往下，脚也不会往这边的下面，所以大家不用担心。那再来你看，有擦指甲油的话，真的穿焦糖色的脚会很漂亮，而且你喜欢穿牛仔裤的一定要买焦糖色，知道吗？好，再来呢，这边呢都有来气垫，这真的很舒服。我觉得妞儿很少穿凉鞋或是高跟鞋，大部分都看到我穿小白鞋，但是我们家这个啊真的是软垫，所以呢真的走起来我觉得真的很舒服。再来呢，下面呢都是有指滑的，所以呢不会有这种滑倒的问题哦，就是它都有指滑很细的纹路给大家。第三个我觉得最特别的就是昨天有介绍过的，它在底部的地方是做钢琴烤漆，我觉得非常的精致哦，大家一定要先抢现货到购物车里面。今天520免运，我觉得太难得了，这好几年前才做一次的。还有就是直接免运给大家钢琴烤漆哦，非常漂亮。那鞋型其实大家小帮手有量过，大概2.5到3公分，好走又修身，然后又一个我觉得就是穿起来又不会让平常你没有穿跟鞋的人不习惯，因为妞儿平常不穿有跟的鞋，但是这个真的很好走，很好跳，很好跑。那因为整个版型上的设计真的也是修版修了蛮久的，方头的，然后左边你的脚比较宽的人，整个是这样扩散宽脚板的人，他也不会下楼梯，脚趾头长的他也不会这样下楼梯。所以呢这一款啊真的很大推大家，今天真的880元，我们还有特别直播的那个优惠价格给大家，超级优惠，880元，那等于今天就880免运啦。而且呢还会收到我们的新的鞋盒，在这边你有买鞋鞋的就会收到我们新的抽屉式的鞋盒，请你们一定要把它收纳好哦，因为它可以装你的小饰品，装你的鞋子。来，有买我们家拖鞋的人，这一次你就会收到一个很漂亮的新的盒子咯，有没有看到抽屉式的？然后我们发现这个纸盒很硬哦，所以呢一定要把它留下来，不要浪费哦，不要浪费哦，超级漂亮的鞋盒，也是特别制作给大家的哦，好不好？特别制作给大家。所以鞋鞋呢，我先透一下哦，我脚上的颜色是那个米杏色，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等一下会一直在重复穿搭米杏色。然后再来呢，我穿一下焦糖色。我刚刚说了，焦糖色如果你喜欢穿牛仔的人，你一定要买焦糖色，因为呢我觉得焦糖色超级漂亮的。焦糖色呢它不会显脚黑，大家可以很安心购买。在夏天如果你看哦，你穿这种牛仔系的，或是呢穿牛仔长裤、七分裤、黑裤、喇叭裤或是老爷裤
都非常非常的好看。这个拖鞋我觉得880真的很便宜，而且可以跑可以跳，又有钢琴烤漆，又有鞋盒，然后又有底部的那个气垫。好，这个是焦糖色，焦糖色。那等一下再来第三个颜色，我要穿黑色。那今天因为还有一系列的新品，所以妞儿就边进行我的新品哦，好吧，我也会一直利用这个拖鞋来不一样的穿搭。那黑色是超多人买的，因为黑色就是上班也可以穿，休假也可以穿，穿牛仔也是非常适合不过。然后夏天你也不用担心黑色会有闷热，因为毕竟它是凉鞋，所以黑色基本色还是卖得非常非常的好。所以三个颜色我只能说很难选，很难选，很难选，好不好？所以请大家自己咯，自己一定要自己选好颜色，就是三个颜色给大家选。那等一下我一样在穿衣服的时候会有不同的穿搭给大家，颜色都非常美，也不用担心，这三个颜色已经是我挑选里面我觉得最显白、最好搭、最适合大家的颜色。它不是白色，它是有点杏色哦，很漂亮，很漂亮的杏色。然后焦糖色就是投票最高的，黑色就是什么都不用去管它投票，然后大家最喜欢的，因为黑色就搭牛仔、搭牛仔裤、老爷裤、上班族西装裤都很好看，好不好？就是今天焦糖色绝对不会显黑，因为有没有发现它的焦糖很不焦糖，它有带到那种焦糖布丁的颜色，但是它比焦糖又在浅，所以呢你喜欢焦糖你就买吧。然后呢如果你脚上有擦上指甲油，我觉得就更漂亮了。好，那我还是要讲一下今天的活动内容哦，满520免运，免运是剧院常年以来不做的活动，所以今天在母亲节呢真的520免运太划算，只要买，不要说买鞋，鞋还880，你只要买一件 T 恤或一件洋装就是免运了。那除了免运之外还有第二层优惠，就是2000折200折扣码的部分，官网上都有，大家不用急着抄，折扣码都有。但是呢今天如果你想要抽免费订单，赶快去下单，把订单编号贴回来，刷卡订单，我们等下可以抽整张订单免费，真的整张订单免费。其实妞儿也蛮紧张又害怕，因为就算抽到一张订单6000块就是免费给你哦，好不好？我身上这一件呢真的是很好看，我也很想赶快介绍，但是鞋我要先讲完哦。好，鞋子的部分版型非常的标准，如果你是宽脚板、肉脚板还是什么扁脚板，一大堆疑难杂症，我还是建议大家买自己的尺寸哦。我脚是24号，我就是买38号，因为呢现在我觉得还没有到完全超热，我们要预留一些空间是让很热你在走路的时候脚会有一点膨胀胀热，所以呢凉鞋我不希望大家在脚板这边很痛，或者是鞋子粘在脚背上很不舒服，所以呢请大家买自己的尺寸，买自己尺寸24号就是买38。另外呢妞儿的脚其实是算偏瘦，没什么肉，但是我的脚宽，所以呢我也不会想要尝试说比较小或是比较大，就是很标准很正常，好不好？好了，很期待黑白一起买，真的很多人黑白一起买，码数就是36、37、38、39、40，这么多的码给大家选择，买自己的尺寸，你是24你就买38，23.5你就买37，非常的标准。如果有任何的问题，请你们现在马上赶快询问小帮手，他都可以帮忙你做选择哦。鞋的部分先到这边，后面呢我都有一连串的穿搭会跟大家提醒鞋子的部分。那还是要再讲哦，今天台湾地区是满520免运，小帮手这个可以帮我置顶，然后跟就是时不时的帮我在下面贴吗？除了贴我们今天的新品之外呢，拜托那个连结都帮我置顶今天的活动，好不好？好咯，来咯，那记得有订单编号赶快贴回来咯。好，那我脚上就先穿着黑色来介绍牛仔咯。今天的鞋鞋你一定要带回家，880元还特别有优惠哦。回到正价的话可是就没有优惠，也没有免运咯。所以你已经看中这双鞋很久，你就是今天买了，880免运，台湾的运费最便宜也要80块，880减掉80块，你大概这双鞋800块可以买到。之外呢还有我们精心设计的新款的拖这种鞋盒是抽屉式，然后我跟你讲这个真的超硬，这个品质很好，你可以自己收纳你自己喜欢的小卡片啊、小情书啊等等之类的。好，上面都有我们剧院非常漂亮的设计咯。好，所以呢今天买鞋我觉得是最划算的。好，那我知道大家也蠢蠢欲动想知道今天的牛仔系列咯。今天的牛仔系列有长裙、短裙、连身裙、伞裙，还有你们想要的马裤也来了。好，所以呢好好好听好，今天的东西非常非常的好买哦。好，来我身上的去年我们完全没有卖过这个款式，这是新款。好，首先呢我今天当然穿的第一件绝对是我最喜欢的啊。好，先跟大家说它原本呢是可以穿到这么大的，这么大到超矮楼都可以穿，它本身是长这样子的，它要这么大哦，连孕妇都可以穿。好，再来呢你呢一样可以塑到你自己喜欢的位置，好，拉紧之后呢它呢不
不会到太长，我161公分，自己看一下，150的话顶多再长一些些，160、170都很刚好哦。再来呢，这边我觉得大家不用担心它不会闷热，所以你自己要加有袖子的衣服也都可以。那妞儿比较喜欢穿背心啦，那扣扣超可爱，很多排扣式，它是做这种比较有厚度的琥珀扣，超级超级好看的哟，好不好？我们找海外订单，我们就不会就是没有免运，免运是指台湾的部分哦。好，其他我们有再多一个优惠给大家，就是满2000折200。好，再来后扣呢，我觉得很棒，它还做松紧给大家，所以你如果是胸围比较大的人也不用担心哦。那后背呢，有一个东西我要翻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在这边有没有看到它有两个空间，所以呢你自己高矮胖瘦你自己可以调节，它总共有两颗扣子，你可以上或是下都可以。那妞儿呢比较小只，所以我是扣比较上面，下面还有一颗可以扣哦，还有一颗可以扣哦。好了，为什么没有3435？因为我们没有定制3435，因为我们就从36开始到40哦。好，那这件裙子也是夏天软料薄款，它是层层的蛋糕，但是我就跟你讲超显瘦的，因为蛋糕裙通常也是会肥肥胖胖的，但是这一件呢，你看它一层一层，但是呢却那么样的修身哦，所以这件呢也是今天第一件我最大推给大家的。那刚刚有搭配过今天上架的鞋，黑色、杏色、奶茶色都超级好看的。好，我再套一次给大家看哦。好，杏色呢，杏灰色，我觉得个人我超喜欢，就是比较夏天的感觉。还有一个就是你们最喜欢的奶茶色的鞋子，奶茶色的鞋子等一下我会搭上别的牛仔长裤，也是很利落，所以今天鞋子880块，你一定要把它带回家，第一个又免运哦，超级优惠。但是我要先跟大家讲，你们一定要去买现货，因为鞋子真的要等比较久，好不好？好，2000折200要打优惠码，在这边，在这边，那官网上都有，赶快去打，赶快去打，今天购物赶快打，就是2000折200。那今天想要抽你购物我买单整张订单免费的人，你一定要是已付款刷卡订单哦，不要忘记哦，刷卡订单你就可以来参加了。好，所以大家有购物的话，你有人会把你等你把那个订单贴回来。好，第一件就到这边咯，因为今天有非常非常多东西要说，非常非常多的东西要说。好，第二件呢，我先来穿一下我们的马裤好了。好，马裤呢应该也是大家非常非常期待的一个款式哦，这个呢其实也是准备了非常非常的久，非常非常的久。然后呢，马裤它有分蓝色跟黑色，那两色呢尺寸都非常的标准 SML， 然后有 XL 吗？是，帮我确认一下有没有菜哦。马裤呢，大家都想买，好流行，好流行。看别人穿都特别的好看，自己穿都特别的奇怪，对不对？好，但是呢，今天就要告诉你们，我们家的马裤是怎么知道到 L。好，来，我们家的马裤是多么好看，多么修身哦。好啦，今天呢，这个马裤呢，我直接穿这样子给大家看。我外面搭的是有一个套装棉麻的这一件哦。好，我直接套下去好了。不然好像你们不知道是哪件，它是两件式的，有黑色跟橘色。好，今天这个马裤呢一定要买，因为呢我跟大家讲，其实我帮大家选马裤已经选了长达一个月的时间了，这个东西也不是说现在才流行，它已经流行非常久了，但是我们怎么去试穿帮大家修版型，就是觉得马裤很胖又很丑又很难穿，所以呢马裤呢我们虽然制作时间比较久，但是我要告诉你哦，马裤你只要买失败那件裤子，你只会在家试穿一次，发誓你绝对不敢穿出门，因为这就是我自己亲身体验的事情哦。我要先跟大家说，这个马裤啊有黑跟蓝，而且我们家的马裤是超级显瘦跟高弹面料制作的，我跟你讲哦，弹到不行，我请小帮手试穿后说很弹，真的很好看。而且呢有的马裤你看哦，这样有的马裤很奇怪，穿起来就是很肥，然后比例非常非常的不好，但是我们家这一件啊真的是超级弹，你看我随便拉这边真的是很弹，而且我是穿 S 号标准尺寸，整件好舒服好舒服，跟你想象的马裤真的落差很不一样。这个外套它是一个 set， 它有橘色跟黑色那件，它是棉麻的，所以呢请小帮手也贴一下链接哦，超级好看的哟，好不好？那裤子呢一样 SML， 我跟大家讲马裤啊，我觉得如果你们喜欢大胆尝试的人，我觉得你可以买两个颜色，因为呢我真的以我自己做衣服那么久，我想要穿马裤我自己都不敢，因为我觉得马裤穿起来好怪好难搭好胖哦。所以但是这一件呢我自己一口气是非常非常喜欢，而且今天也是非常有把握的来推荐大家，因为不论在弹度修身度，你看哦修身，我拉这边
不论是弹度、修身度、版型上，它就是一件马裤，但是非常的显瘦加好搭。它不完全，它不会影响我们所有的身材效果的视觉。但是我自己试穿过太多的马裤，穿起来都很胖哦。那它呢？它是什么腰呢？它算是中高腰，它刚好在肚脐，所以你穿一些短版的衣服也很好看。那我今天是搭一个罩衫式的，等一下呢，我会再搭一个 T 恤式的概念给大家看哦，所以会有不一样的穿搭。好，这一件呢是我第一个搭法，然后呢，我等一下再搭一个 T 恤，就是如果大家想要走别的路口的话，其实呢，如果呢你有这种大 T 式的话，你看超瘦的哦，完全不会觉得说啊腿很短哦，所以马裤我超级就是推荐大家的。好，然后呢，如果你家里有大 T 的话，我觉得这就是马裤最基本的入口，就是一个大 T， 超级大 T。那 T 恤是在我们梁入五九八卖的非常好的一个白色大 T， 你又可以遮屁股，然后呢又可以微遮你们觉得很在意的地方，所以马裤其实很好驾驭，很简单哦。那蓝色它算是一个超级基本款的蓝色，所以呢这也算是马裤的入门款，大家不要太复杂。想要显瘦又想要马裤，别人都有，我也想要穿看看这样的风格，你今天一定要买这件牛仔的马裤，真心便宜好不好？所以呢，马裤这个是蓝色代表，它完全是显瘦，不会影响我们任何的视觉效果哦。好，那马裤呢，基本上很多人啊，他不买蓝他就一定会买一件黑色哦，因为呢我觉得马裤就是一定要有啦，不管你今天要不要买，我觉得呢马裤就是流行指标。那黑色会不会比蓝色瘦？其实你们来看一下，我觉得黑色跟蓝色没有太明显的落差或是差别太大。那我搭的是我们家卖的非常好的这一款牛奶丝上衣，你看黑色。好，我觉得我很推荐大家两色都买，因为这马裤真的穿起来好瘦，而且一样是弹力，全黑的，它没有带有任何一点灰灰的刷色，它就是全黑的。好，然后你可以搭配这个牛奶丝的上衣，太 L， 它如果穿 L 号会有点紧哦，好不好？好，黑色超好看，然后我黑蓝自己都买。那你呢？你可以这样搭，就是最简单的 look， 最简单、最简单、最简单的 look。然后或是搭一个帽帽，然后帽帽大家一直在问追加补货到了，所以呢，如果你想要买帽子的人，自己现在也可以搭配一套韩国的追加补货到，然后你这样子放下来，我觉得，马裤蛮适合就直接放下来的，或是你要绑起来都非常可以，反正身材比例就非常好。好，然后今天我还要提醒大家，台湾的部分满2000折200的活动，来这边，好，等一下，这样。买2000折200，然后你购物我买单，然后呢买520就免运哦，台湾的部分今天超划算，超划算的，大家自己可以看一下。好，来，然后呢马来西亚的部分呢是这样，满300折30，这个反应非常非常的好。来，2000折200，真的就是我觉得大家可以使用，真的非常非常的棒哦。好，来，所以我们台湾其实活动是不一样，大家要搞清楚哦，好不好？好，来，黑色就是你说显瘦指数绝对是100，而且很好搭 T 恤啊、大 T 啊、合身 T 通通都可以。然后我觉得屁股的这边的包覆性也很够，它也不会蹲下来就是露屁股，然后呢弹性跟舒适度，我真的真心妞儿本尊大推大家。你想要买马裤又很害怕，或是你跟我一样曾经买到不好的马裤，再也不敢穿马裤，对他没信心的人，你一定要来买 GN 这件黑色的马裤，好不好？那想要帽帽的话，自己到那个帽子去搜寻一下，我们有追加补货到了。好，尺寸非常标准，我是买 S 号的 SML， 超级标准，不用买大或是买小哦，好不好？不用买大或是买小。好，马裤永远都是看镜头里面的人穿很好看，我也看我的小帮手很瘦，穿起来很好看，但是不见得每个人穿起来都有你看到那个好看人的效果。但是这一次帮大家挑这件马裤真的是信心满满，只要你相信 GN， 只要你敢买回家，我觉得不会让你们失望，这真的是要大胆尝试，你穿到你才有知道。新加坡有没有折扣码？小帮手帮我回复一下，因为今天因为我要介绍东西蛮多的，所以如果有一些折扣码的使用啊，不知道折扣码怎么用，或者今天台湾的活动，可能要请小帮手再多协助一下妞妞咯，好不好？好，所以呢这真的可以大胆尝试，因为呢你们有尝试过 GN 的牛仔应该就知道我们家的牛仔系列到底有多好穿了。好，再来呢，第三件我要配上的这个就是我们昨天卖的非常好的棉麻短裤，然后再配上今天的鞋鞋。好，今天的鞋子三色呢，我觉得都可以配我现在这个棉麻的裤子哦。然后呢，我再换上这个今天大家也非常非常喜欢的这个一字领的一个软料牛仔上衣。好，
我先讲一下，昨天这个裤子卖得非常好，然后呢，我的鞋鞋今天上架了，你要买什么颜色都好，三个颜色，好，现在已经穿在我的脚上了，三个颜色，好，你要买黑色、焦糖色、杏色都好，但你现在一定要去抢现货。那我现在杏色，我就是搭一个比较协调的颜色，比较浅一点点。等一下呢，我再穿其他颜色给大家。这一件呢，一定要买，它超级软料，软料牛仔，然后呢，它是一个一字领上衣。来穿给大家看咯，好不好？来，今天有上耳环，台湾部分有上五款耳环，我耳朵上是其中一款，等一下呢有时间来跟大家做介绍一下。好，这件呢衣服我超级喜欢的，先跟大家讲它本身是长这样子的，包扣式的线条感，后面有松紧哦，然后呢再来呢它其实是长这样宽的，所以大家都可以驾驭，然后呢像妞我呢，我会把它折起来当一个小蓬袖。好，而且呢这件的牛仔它是软料牛仔，它就是走一字领，然后会帮你卡住。那这个啊，你想要这样扎进去也可以，或是呢你想要用绑的打开也可以。我的耳环有哦，噔噔，这样我觉得这样也是一个，你可以多开一颗扣子然后绑起来。小帮手，胸部大的人可以穿吗？可以耶，来，你有输入折扣码，但没有折200，你可以请小帮手协助一下。好，这个啊，这样折起来，我觉得这个配色本人是非常非常的喜欢哦。然后呢，配上今天上架的鞋鞋，我觉得真的特别好看。然后我身上这件牛仔，它是属于一个软料牛仔，这也是我今天里面自己最喜欢的这件上衣哦。而且呢，它有做上那个车边的线条，有没有看到？而且它很软很软，所以其实我们不论是要扎进去啊，还是要放出来，我觉得都很简单。然后就像我刚刚讲，你可以用一个小花苞袖或是长袖放下来都可以，它就是一个小蓬袖。然后你不想穿一字领的人，稍微往上一点点，它其实就是一个大圆领。喜欢一字领的人，你就把它降下来一点点，它就会是一个很女神式的一字领。我觉得这个配色大家都会很喜欢哦。那今天上架的鞋子，我来换一下颜色。如果我换成黑色的话，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协调，大家可以看一下。你看黑色的话也很协调，所以为什么黑色也卖得很好，就是黑跟杏其实真的都是一个我觉得大家很喜欢的基本的颜色。那如果呢穿一下那个焦糖色，那个焦糖色啊穿起来，我觉得我个人很喜欢焦糖色配牛仔的感觉，所以呢你叫我要推荐哪一色，其实我真的很难说，因为焦糖色我觉得搭起来特别的有气质，特别的好看，好不好？这件是新款，这件是这个上衣是今天新款，裤子是昨天的新款，也卖得非常好，都有现货让大家来做下单，520免运说不定你买一件裤子就免运了，好不好？所以呢，大家自己斟酌一下。那裤子的部分尺寸是 S 号、M 号、L 号、XL，SML， 然后尺寸也是非常标准，它是一个高腰裤哦。然后呢，细节昨天其实都讲过了，记得有就是买东西的话，记得刷卡订单贴回来，等一下可能或许我们抽奖出来就马上可以让你知道名单，今天什么东西你是便宜的，好，可以直接完全不需要支付任何的钱就可以把订单送出去了。好，那后背是走一个全部都是松紧的，所以呢它这个一字领啊也不会这样乱跑乱动，所以其实大家是完全不用担心的哦，好不好？那鞋鞋的部分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有问题的话，买鞋包买什么颜色尺寸的话，一定要停下来赶快问妞妞，因为我们鞋子呢真的是很多人在下单，比较担心的就是大家买不到现货，那今天鞋子特别开了优惠价给大家880元，又免运，所以等于鞋子才800块，然后还有我们精致新定制的一个鞋盒哦。好，裤子多少钱？小帮手再麻烦贴一下。衣服买了，衣服真的很好看，而且它是软料牛仔，又不会闷热，然后又有那种很唯美小性感休闲的气质哦，然后配上这个凉鞋，我觉得太适合不过。然后裤子啊，就是整体来说真的腰瘦，然后该有的都瘦了，好不好？好，这个呢如果有特别不知道的，手臂太了绝对穿得下，好不好？如果是脚肉的适合啊，我刚刚前面其实就介绍了，脚肉的、脚宽的、指甲长的、脚趾头长的，你通通都可以，因为我们全部在制作的时候都考虑进去所有的问题。所以呢，我刚刚讲了，你要往前冲，你的脚也冲不出去；你要往旁边冲，你的脚也冲不出去，好不好？所以呢，这一款鞋它是做方形的版型，真的做得非常的好，所以大家不用有担心鞋子啊什么往前冲、往下掉的问题，完全不会有。那肉肉的话，其实我们在这个上面啊，我们也有把它放宽，所以呢，不论是
是像 New York 脚板宽，但我脚很瘦，几乎没什么肉，我也觉得不会不舒服。但是肉肉的我们也有测试过，它不会到肌肉或是不舒服，在夏天高温炎热的部分，买鞋就是直接免运，所以你想要的人你就买鞋就免运了，或是你要加今天的牛仔，你要再加到2000折200，我觉得超划算，2000折200，然后又运费。那今天大家在赶什么呢？第一个要赶你购物我买单，抽订单免费，但是要刷卡订单哦，记得哦，把订单贴回来。再来的就是呢，我们的那个鞋子跟牛仔，我们都有准备现货。你想要买现货，这几天就出货，或是这下礼拜就要收到的人，你一定要买，好不好？是脚环高也可以，我觉得可以耶，因为这一款其实真的有帮大家考虑到大众脚会遇到的问题，所以呢，真的是只能说它真的很好穿，而且钢琴烤漆我觉得超级精致的，只是说你今天要选，好不好？今天它不是现直播，但是我们的现货有限，还是希望今天在看直播的人赶快。那你等一下要抽订单的，你一定要现在就要去下单哦，好不好？就是现直播了，所以呢，自己大家动作要快一点咯，好不好？好，来，现货真的有限。好，下一趟呢，我要穿一个我觉得蛮帅气利落的一个牛仔裤哦。好，牛仔这个是连身裤。好，那这一件呢，我就先来穿一下咯，我觉得它整件穿起来是一个很帅性的感觉。然后这一次啊，它的那个版型我个人也很喜欢，它就是走了一个比较小帅性的感觉，小帅性的感觉。好，这件呢，这件裤子啊，它是走一个比较小帅性，所以里面啊，你要搭 T 恤或是你要搭就是背心其实都可以哦。好，然后它就是整件套的一个不一样，跟我们之前卖的比较不一样的感觉的版型哦，它是比较小微工作裤的感觉，比较宽版一点点的，所以大家都是可以驾驭的哦，大家都可以驾驭的。好，然后呢，我还是要讲一下，牛仔连身裤一直都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好，我来到镜头面前穿的，你看呢，它本身是一件宽松大件的，一样是软料牛仔，这件我超喜欢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它的肩膀好瘦哦。好，买起来今天真的超便宜的，超级便宜的。好，抽订单只限刷卡订单，所以呢，如果你刚好是刷卡的朋友，一定要来，因为真的很多人参加这个活动，有之前真的就是买6000直接抽到了，那也没办法，只能说人家运气好。所以呢，既然要买东西，你就来抽一把吧，当一个游戏玩咯。好，这件呢我先不绑，本身是长这样子的。好，软料牛仔，然后呢，我觉得我还没绑，我觉得版型其实就很好看了。好，把它绑起来，稍微推一下，绑到你自己适合的位置哦。它是软料牛仔，所以不会热。好，我最爱的就是第一个，你没有穿背心，所以我不会全扣，看你自己。第二个是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边超级显瘦，大家有没有看到软软的牛仔？然后呢，屁股也不会到太短，这个是你可以上下自己控制的。然后呢，我今天一样哦，没有搭球鞋了，我搭今天卖的鞋鞋黑色。我觉得牛仔真的搭黑色、焦糖色、杏色都好难选哦，因为我这样搭来搭去，感觉三个颜色都很可以耶。到底该买什么颜色？那这一件，比如说这件是690好了，今天的免运门槛是520，基本上就免运啦、啊，直接免运哎，吓死人了，超便宜的，这真的是3年才做一次的免运活动，所以今天有特别的紧张哎，因为今天肯定订单真的大家会免运啦，真的很难得。口袋的部分是真口袋，真口袋真的可以打开的口袋哦。然后一样，刚刚讲的软料牛仔，这边你要全扣扣上来，我觉得也都可以，就看你自己平常穿衣风格。里面你要搭背心也可以，搭你要搭那个短袖也都可以哦。但我自己偏好还是喜欢就是直接穿背心，我觉得这样就非常好看。然后你不论是戴帽帽啊、戴墨镜啊，我觉得都非常的可以耶。好，这帽子我真的觉得超好搭。如果你有买牛仔系列，很喜欢牛仔的人，你一定要今天把这韩制的帽子带回家，因为呢，我几乎每天直播都有戴到它，因为它够白，够白就够亮，然后搭牛仔又非常的可以。嗯，好吧哦。好，然后呢，它的裤子啊，它有这种须须，然后它的牛仔颜色是有点复古洗水刷色，所以看起来就真的，我觉得这件看起来真的很昂贵，就是上千块的牛仔，细节又非常非常的多。那后背呢，它也是做一个这种宽版式，所以看起来感觉肩膀非常的窄小，有没有？好，然后呢，我再换一下鞋鞋啊，今天我上架的鞋你们千万不要错过了。好，如果我再换鞋，再换这个杏色，杏色看起来就会比较柔和一点点。好，所以呢，你看三个颜色真的都很好搭。今天鞋子的现货你们一定要带回家，三个颜色，好不好？没有带回家真的很可惜，因为只有今天这一档活动是母亲节880。第一个又免运，如果你高达2000块，又可以再折200，我觉得这个活动真的是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好，就是行销部定了，就那我们就这样子做咯。好，所以呢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优惠，这个没有分尺寸哦，没有分尺寸，它大家可以穿到最多小 L， 最多小 L， 我觉得裤子跟腰的地方会比较刚好一点点，大家自己再斟酌一下尺寸咯，好不好？好咯，来，免运是只限台湾，对，台湾是满520免运哦，满520免运，然后海外部分一样是300折30元的满币，这活动我们会一直持续在做哦。好，那这个呢真的不买可惜啊，然后呢现货都有的，那我还是要讲它的鞋底真的很软，真的很软，你买回去你就知道了，而且我买过剧院的鞋基本上根本就不会担心，你用了只要推荐的鞋真的没有不好穿的，真的没有不好穿，大家接近百分之不敢讲100分，但是每一双鞋我出售从剧院出去至少都有97分的好评哦。好，所以呢真的就是我很推荐大家买咯，好不好？好，那裤子的部分我要脱掉咯，我要脱掉咯，接下来我要穿的这件是我今天牛仔里面最喜欢，我觉得最可爱的一件，我觉得最可爱的一件，它就是走一个完全没有太大的腰身，但是呢就是一个很方便直接套上去的深色牛仔裙哦。这件呢它没有什么，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特色，但是呢就是整体的车缝线条，然后跟整件 one piece 的感觉，我个人本人是非常非常喜欢的。好，来，这件，这件就是我今天里面所有里面我最喜欢的。你今天问我说牛仔系列你有人最喜欢哪一件，这件真的是我自己本人最喜欢的。好，因为呢第一个它是深蓝色牛仔，第二个它没有任何的腰身曲线哦，微微的而已，然后呢里面就只要很简单很简单，随便，真的叫随便，加个背心 T 恤都好，你看你自己喜欢什么，然后它深色牛仔，然后小帮手实地穿过了，这一件到 L 号完全没有问题，因为后背的胸围跟整件的宽松度小帮手刚刚直播之前才试穿过的，所以呢很肯定也可以告诉大家 L 号没有问题。那你如果穿起来，你不觉得这件穿起来就只有一个字，年，两个字叫年轻可爱吗？然后呢再来是它虽然没有腰身哦，如果呢你有买万用皮带的人，我们就把它做腰身就好了，很简单很简单，没有万用皮带其实我平常出去是没有穿腰身的，然后你要搭配凉鞋啊什么东西都可以，好，这样你也可以这样，就是变有腰身的，然后呢它的长度不要再穿任何的安全裤咯，不要穿任何安全裤，这样子其实就很足够了。好，那我今天这样穿是比较小 lady 的感觉，而且你有没有发现我的腿变得非常的直，非常非常的细，因为它整个版型的关系哦，长度也够，然后深色牛仔又瘦，所以呢这件呢是我今天个人很喜欢，然后后面都是松紧，所以穿下去真的很舒服，这件是里面我今天我个人最爱的，今天全部都上牛仔系列，对不对？最爱的当然总要会有一个最爱跟次等爱的，所以呢今天安全就也可以推荐给大家。好，那就算没有万用皮带呢没有关系啊，我觉得呢一样换一个帽子哦，超喜欢这件的，你看就这样简简单单，我真的不需要配什么。那如果你不习惯像妞儿穿那么小的人，加一个短 T 很 OK， 很 OK， 我加一个短 T 在里面好了，给大家看一下。好，如果我加的话我会选用这个 MIT 的这个罩杯，有罩杯的短 T， 很想这样加给你看。好，这个是我们 NIT 自带腰身的这个百搭白 T， 所以你今天如果喜欢牛仔系列不想像妞儿都穿背心的话，你可以加这个在里面哦。好，然后呢我现在先加进去给大家看一下，你今天看到牛仔都可以加这一件。好，这样，这个是自带罩杯的 T， 大家应该都知道它吧，没有人没买过它吧，它有出背心版跟 T 恤版，然后呢它是一体成型的罩杯。好，然后今天所有的衣服都可以加它，因为呢一定很多人不穿背心。好，然后呢这个加上去，第一个我觉得身材比例会变好，因为呢它本身有罩杯，所以呢就是视觉效果好像感觉是不是很特别，视觉效果变大了，因为呢它里面有罩杯，所以跟我刚刚的那种骨感感觉好像不一样，所以呢如果你不习惯我刚刚的穿搭，就是哇不一定每天都想穿那么露啊，我跟你讲你一定要买这件自带罩杯的白 T， 平常可以穿，像加了吊带裤这些也都可以穿，好不好？因为我零穿不会太长，我跟你讲我再偷偷拉给你看，就再这样再长一点点，其实根本看不太出来，然后我一样搭配我自己很喜欢的灰杏色或是奶茶色，我觉得这搭奶茶色蛮好看的，深色牛仔搭奶茶色很好看，很可爱，对不对？所以呢其实不一定要搭就是球鞋，然后如果搭球鞋的入口也可以搭给大家看一下，就平常妞很爱穿的那种
休闲式的，所以呢，我只能说这一件穿起来腿超直超瘦的。那 T 恤可以请小帮手贴一下链接哦，记得一件也不贵，大家可以一起买。谢谢，有介绍过了，等一下会再继续介绍。172完全可以穿，你不用担心，因为它的裙长真的就是洋装的长度哦。好，想要听斜斜的，来，什么问题可以直接跟妞儿说。好，鞋子的部分呢，来。三个颜色尺寸非常标准，我是24，我就买38。要抢现货的人现在就得去哦。我为什么一开始就介绍鞋子？因为鞋子买到现货最快，今天可以出货，最慢礼拜一可以出货，好不好？就是这么快。然后你有买东西，记得刷卡订单，你要把它贴回来。等一下我们就要直接抽整张订单送给你哦，台码都是，好不好？等一下后面还有东西。然后呢，鞋鞋呢，三个颜色都很好搭，我们三个。鞋子呢都是钢琴烤漆，后面这跟真的非常的漂亮，而且它都是软垫的，所以呢非常非常好走。刚好特别介绍你们特别的问题，就是脚趾头会往下冲，脚会往旁边，这个问题其实真的不用担心，因为在制作鞋子的过程中，为什么鞋子等那么久，你们大概从二月半三月就开始问了，现在已经五月了，其实就一直要修版，因为鞋子真的凉鞋不好穿，真的买了就是浪费跟丢在那边。所以呢，鞋子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拇指外翻的意思是指拇指外翻，因为它本身是可以适用宽脚板的，所以我觉得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太大的问题。好了，所以三个颜色让大家去做选择了，好不好？然后今天一样，要再提醒大家，台湾满520就免运了，真的非常非常划算。好，然后再来一件呢，大家应该很想看这件吊带裙，对不对？因为它也是就是每个尺寸都可以穿的一个吊带裙哦。好，这个吊带裙呢，我先加衣服在里面好了。好，我先加衣服在里面，然后。来，这件它是算浅色的，然后应该大家也想知道说它可以穿到什么 range， 对不对？我跟你说，它可以穿超级大，就是到 XL， 因为呢，它整条带子是任由你自己去做调整。好，等等，第一个这件也是软料牛仔，我来镜头面前绑它。这件带子是联动所有的肩带，有没有看到带子是联动肩带的？所以你要。多肉你就拉到多大，包括你看孕妈咪都可以穿这条带子，你可以这样拉拉拉拉拉，一直在拉，自己瞧，想要再高一点就再拉，这样再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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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拉到你自己想要的位置。然后呢，后面就会走一个花苞式的。那我要跟大家讲哦，如果你觉得带子很长的人，好，带子很长的人，像这一件是我自己的，你们可以去官网上看，它的有一些带子很长，因为每个人的身形不一样，有时候拉起来比较瘦的人，这个带子会更长；比较肉的人，它带子会比较短一点。如果你觉得带子很长，来，不用害怕，直接拿你桌上的剪刀剪下去之后怎么办？把它绑起来。因为这件是我自己的，我觉得你们可以去看官网照片，它原本的有的带子是还蛮长的，因为妈都很瘦，那我也是一样，所以你觉得带子很长，很简单，拿剪刀咔嚓，然后把它这样打一个结，你的带子就会变短了。好，这件呢 SML XL 都可以驾驭，后面呢就会走一个很可爱的花苞式的一个裙子哦，长度呢你也可以自己调整，你比较小个的女生，你就把这个肩带调短一点，那这一条肩带会联动到这边，所以我刚刚讲了，你看哦，你可以再拉紧。有没有这一条肩带是联动到我们的腰，整件哦，整件的肩带都是靠这一条绳子，所以呢你可以自己调整，比较小只的你想要这一片上去一点，你就把它往上移。然后呢150 160 170我觉得完全都适用这个牛仔裙，而且呢它有口袋，它也是我们的软料牛仔，超级超级舒服的，好吧？刚才那个连身裙带子会容易不会，我们家连身裙带子品质真的都很好。好，吊带裙肩带不能拆，刚刚那个裙子不能拆。好，然后我觉得这件我自己有买，因为我觉得搭上焦糖色的那个拖鞋实在太好看了。好，然后后面是花苞，我觉得我整个人穿裙子还能有九头身，前面有一个不会曝光走光很性感的小叉位，那可以穿到休闲，又可以穿到小女人。然后一样软料牛仔，我们家的牛仔真的都卖得很好。整张订单免费香港有吗？它这个是不分，这是直播活动，它是抽订单编号，所以不论你是哪里的粉丝，你只要有成立刷卡订单编号都贴上来哦，好吧，都贴上来。好，所以这一件呢，我觉得它有口袋，然后长度也很刚好，侧面又显瘦，又可以让大家自己绑。然后重点是这个颜色虽然是浅色，但是我们发现我们还是纤细的，因为我们的腰可以自己去做缩放哦。好，那再来我把那个 T 恤脱掉给大家看一下。T 恤脱掉啊，我觉得感觉就会很不一样。它就是跟我有穿一件跟没穿，其实我觉得感觉不太一样，可以给大家看一下。那我通常自己出门啊，我是就是穿背心，就是比较休闲清凉一点点。你看，
我自己出门的话，我是穿背心，所以你要看你自己的喜好，你要加什么背心，有袖子的、无袖的，通通都好。然后你可以自己做调整，然后真的是我觉得简单又好看哎、欸，简单又好看哦，有没有？好。我们家今年出的都是软料牛仔，所以大家反应都非常非常好。然后我觉得这一件裙子搭焦糖色很好看，然后我再来搭一下黑色。其实牛仔搭黑色，我觉得还蛮适合的，因为呢，我里面都是走一个黑色小可爱，所以其实我觉得鞋子换成黑色也很好看、欸、大家可以自己觉得你们喜欢什么颜色哦。里面呢，你要小背心、大背心、T 恤，通通都可以。然后一样是软料牛仔，一样是软料牛仔，有没有非常非常的好看呢、啊？好，然后鞋子部分如果有问题的话，再继续问妞妞哦。好，然后今天的牛仔系列啊，我会继续再穿哦。所以你今天对牛仔如果有兴趣的话，你们可以再看看，就是喜欢哪一件牛仔哦。那我现在要穿的这个也是我们最佳捕获到的牛仔吊带裤，没有弹性，有分尺寸 S、M、L、XL。对，然后呢，再来啊，我现在要穿的这一件，也就是我个人本人几乎每周都在穿的。因为呢，它就是带小朋友，我觉得太适合不过。我觉得带小朋友太适合不过，所以呢，我觉得这一件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看的。好哦，等我一下哦，我在化妆的同时，可能要请大家帮我等我一下，因为我换一下那个吊带裤的部分。好，然后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鞋子的问题啊，都可以赶快就是跟妞妞说，跟妞妞说。好哟，好，来。这个呢，我跟大家讲说，我现在穿的这件啊，它其实是一个就是蛮修身，然后很可爱的一个吊带裤哦。然后它就是走一个比较俏皮的感觉，然后也比较显瘦。好，那我平常都是穿球鞋嘛，然后呢，我现在就是穿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好，超级可爱的。然后它一样是我穿 S 号，它 S、M、L、XL， 然后它是没有任何弹性，也是薄款的牛仔，所以大家如果有喜欢的话，也可以买这件。然后这件它就是走一个小 boyfriend， 所以我们如果是穿鞋子啊，或是穿什么东西，我觉得都很好搭，或是穿拖鞋式的小白鞋也都可以搭哦。好，鞋子的前后的线条很细，穿久了会痛吗？来，这个问题问我就知道，因为我的工作很常走路，所以我刚刚讲，我们其实在制作版型上面，其实真的啊，都真的非常非常的精致。我刚刚讲了，这个织带是软，非常非常之软。然后呢，宽脚板的、脚板肉的，通通都帮你解决疑难杂症。我的腰大概应该有24吧，好，24。好，然后我还是要继续再穿一件，就是这个很瘦很瘦的，这个也是大家想要看第二次穿搭的一个裤子，然后它也被妞儿今天分配在我们的牛仔系列里面哦，好不好？然后呢，鞋的部分我会再继续，我会再继续。然后我现在上下身穿的这件，如果你今天喜欢牛仔系列的人，你也可以来继续做这件的穿搭咯，好吗？好，来哦。最佳捕获到，刚刚那件是最佳捕获到。然后如果你等一下后面进来有看没看到，想再看什么新品的话，可以再跟妞妞说。好，鞋子的部分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选择尺寸上的问题？然后呢，我只能说你要趁母亲节这一档活动来买这一双鞋哦，因为呢真的第一个有优惠价，优惠价呢回到原价真的不可能那么划算，而且呢很了解剧院的老粉就知道，剧院从不做免运活动，所以呢今天是满520就免运，所以相对的你只要买到鞋，你的鞋绝对就是免运了，好不好？然后你现在有购物的话，刷卡订单赶快贴回来，赶快贴回来，因为呢我们等一下马上就会抽一个整张订单免费，台湾3名大马2名哦，好不好？好， LINE 的折扣码今天免运活动能一起使用吗？小帮手来回复一下活动的问题哦。好，那三个颜色真的购买率都很高。那像我自己啊，其实我自己还蛮常搭配牛仔裤配上杏色，因为我讲我很喜欢穿牛仔系列的东西，所以我一般都以球鞋为主。但是如果是选这个，我也是会选择浅色系的，在我的脚上，我觉得呢，它就是明显的蛮夏天的。那黑色真的很多人买，是因为它就比较基本色。好，然后只要是以付款订单你都可以哦。好，然后鞋子的部分在这边，然后尺寸非常标准，你如果穿24就等于是买38。好，然后再来裤子的话，特别讲这一件裤子，因为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显瘦，它是一个我们卖非常好的
九分裤，然后前面做切割，你看哦，切割面我的脚还可以那么瘦，侧边呢是做一个这种全长的感觉哦，它其实正面跟侧面是不一样，然后呢它的显瘦度真的是100，因为呢它是九分裤，哎，九分裤怎么可以穿着腿那么瘦，真的是因为它的那个裤型真的非常好，而且它也是超弹力薄款，然后里面呢是做这样子的织带，非常非常的有质感哦，非常非常的有质感哦，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去做选择。屁股呢这件我只能说穿起来非常非常的小。好，那鞋鞋的话我再换一下黑色的给大家看，如果呢喜欢黑色的人，我觉得搭牛仔深色裤子也是非常好看的。好，因为真的还是有部分的族群很喜欢黑色的鞋子哦，来给大家看一下，你看这样黑色搭下来，不一定要搭球鞋，我觉得上身这样搭也是非常好看，腿超级细，细到大腿感觉都没有办法并起来哦。好，折扣码到今天还是到周末，折扣码到周末，我们官网上面都有时间，都有时间给大家，大家可以看一下哦。好，来，想按牛仔长裙有两个口袋。牛仔长裙，好，你买黑色白色鞋子好搭，我真的蛮多人买黑或是白，然后或是焦糖跟黑，就是他们会这样选一个深或是浅，深或是浅，所以你自己可能要抉择一下，自己要抉择一下哦。然后呢，我觉得黑色也超好看的，因为黑色就是一年四季，而且还不容易脏，所以可能很多人会喜欢黑色。然后杏色是我个人很喜欢，然后焦糖色是票选，所有任何地方活动的票选最高色，大家就喜欢焦糖色。好，然后我再穿一下。焦糖色如果配上深色牛仔哦，好，那如果你今天有下单的话，直播下单赶快把订单连编号贴回来，我们要再送大家订单免费东西。然后你看哦，你看它焦糖色，我觉得就是明显的东西变贵，然后整个身体感觉很贵贵的感觉，所以它每一色呈现都不一样。好，折扣码在这边，折扣码在这边，大家赶快去使用哦。满2000折200，满520以上就免运。所以你今天其实除了实输入折扣码之外呢，你就等于又是免运了。所以呢，来我要讲哦，台湾最低运费也要80块，然后呢比较偏远地带也要120块，所以你们今天大概一张订单就现省了300块吧。如果你是超达超过2000元订单的话，这是台湾的折扣码，折扣码2000折200，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用，哎，超级优惠的哦。好，所以呢，请大家自己赶快去买2000折200，而且你现在可以买到现货。直播当下，你赶快把订单编号贴回来，你就可以再抽订单，是不是整张可以免费带回家？因为今天真的很多东西很好买，但是要先刷卡订单才可以抽奖哦。好吧，先刷卡订单。好，排扣牛仔羊里面适合穿黑色胸垫上衣吗？完全适合，黑白灰通通都可以搭。所以我刚刚那一件 MIT 就自带罩杯的，小帮手帮我准备一下那个黑白，就是那个T 的颜色好不好？好，那一件呢真的很适合大家购买。好，来，所以呢鞋鞋我觉得真的都很好看，裤子也很好看。那上衣我稍微介绍一下，上衣啊是我们一直追加疯狂追加的款式，它是到我们梁入598里面，那它是一个白色鞋肩圆领，你要圆领鞋肩都好，它有个很特色，就是如果大家中腰高腰的裤子会很好看，它就是只有这边露到肚子，后面呢没有，它是做一个前短后长的绑带设计，然后领子也都是宽的 SML 可以穿，梁入598专区里面。然后白色呢我觉得很好看，是它搭上的是酒红色的字，所以呢不论你是搭纱裙啊牛仔裤啊等等都非常非常的利落加好看哦，长度袖长也是大家很喜欢，那也是我们 MIT 大家很喜欢的布料。好，然后呢袖，我其实这件衣服搭过蛮多衣服的，喇叭裤啊修身的裤子通通都可以。我脚瘦长适合哦，脚瘦又长适合，因为牛耳算脚瘦，但我当然指头没有那么长，但是我跟你说，我帮你看不看得清楚，我的指头前面还可以指头再更长，所以我刚刚有讲，只收脚趾头长跟脚趾头宽或脚趾头肉的人都可以很安心的买牛耳现在脚上这一双鞋子，今天真的超优惠的，好不好？好，那再来呢，我下身再来换一个也是牛仔系列的一个百褶裙，也是牛仔系列的一个百褶裙哦。好，这个百褶裙呢，目前也是追加补货到。好，然后它搭米杏色的鞋子，我觉得也太适合不过了。好，太适合不过了。好，来给大家看一下喽。等一下，我要介绍一下耳环喽。好，来。这个裙子啊也是我们卖的非常好的哦，然后呢它也是牛仔系列嘛，今天我就顺便一起讲牛仔。然后我脚上搭配现在又是换了灰杏的鞋子，我觉得很适合，然后它也是一个 SML XL 都可以穿的裙子。那这种裙子最怕就是又厚又重又热又肥又胖，但是我们这一件光穿下去就可以知道屁股跟腰明显的都是往下坠，而且呢它的还可以有摆度哦，就知道我们家的牛仔真的不闷热哦，真的不闷热。牛仔羊介绍过了，但你想看哪一个再跟妞儿说。
可以再看牛仔蛋糕裙，好，就是第一件那一件嘛。好，稍等哦。好，所以我搭配一个这样比较简约式的，而且马上就有九头身，高矮胖瘦你自己去调节你要的高度。然后这一件呢，目前就是一直在预购中，所以你今天如果想要用2000折200活动买的话，也可以。那它就是一个很标准式的蛋糕裙，那身材比例150、160一起穿都可以，因为可以自己调你的高度位置哦。好，有买这件的人，你只能等哦，因为它真的做工复杂，然后品质非常好，它也是软料的，然后磅数我觉得也很够，所以呢它才会往下坠，才可以这样显瘦。那其实这一套我觉得蛮入门蛮简单的，我觉得主要是上衣也好配，上衣也好配，裙子又很简单，那而且这裙子还可以配一些时尚欧尼姐姐风，比较就是比较提花式的上衣，我觉得也非常非常的好看哦，好不好？好，然后今天因为网速应该是够的，因为虽然有很多大量要去购物免运的东西哦，所以大家要快哦，就是我们满520免运，然后满2000折200，然后2000折200的折扣码在这边，然后我觉得今天拿来买鞋，我还是再怎么想，我觉得买鞋还是最划算。好，然后呢，底部的话，我觉得我们做的都很精致哦，就是钢琴烤漆的底部，看到了吗？好，我还是要特别强调，它真的是很软，看到了吗？很软很软，然后我觉得超级精致，它不会到很花俏，也不会到很高。推米色还是焦糖？我刚刚讲了，我自己喜欢米星色，我一直以来从在问我这双鞋喜欢什么颜色，我一直以来都是喜欢米星色，因为我就是觉得很好搭。然后这个黑色是很多人都买这两个颜色，这个颜色是网络票选最高，也卖得很好。但如果你说要以名次来说，就是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这样子。如果真的要以名次来说的话，好，可以给大家一个参考。上衣白色是完全不会透，我里面穿的是黑色小卡，完全不会透的。对，好，可以再穿一下吊带牛仔洋装裙。好，等一下哦，好不好？好，然后小帮手有准备刚刚我说可以搭在里面的 T 恤。其实呢，这几个颜色我觉得都非常非常的好搭。好，然后呢，这个啊是刚刚大家在问自带罩杯的 T， 就是这一件 MIT 超级好看。然后灰色我觉得很适合搭在任何的牛仔里面，就是牛仔裙。所以呢，牛仔等一下就用这个灰色来搭配你们想看的那件。黑色完全没有问题。然后卖得很好的是这个颜色，它有点偏咖啡色的新色。然后我们的罩杯都是一体成型，不跑杯，举手也不会变四颗胸部的，这真的卖得很好，所以你们可以参考一下，总共四个颜色在我们 MIT 的专区，小帮手也可以贴一下连结。好，那我就来换一下灰色，然后再搭配刚刚大家想要的那个裙好了，等一下我就穿这一套。好，那今天呢，既然我穿了这个牛仔裙，我呢还要再介绍一下这个外套。这个外套啊，我们真的公司的人其实蛮讨厌它的，也是一直在包，好，很多哦，卖的非常非常多。好，这是我们这个奶油色，它也是牛仔布料的一个奶油色。好，这个是米星色，米星色跟粉色都卖的下下叫，你自己呢自己选一个你喜欢的颜色。米星色很好搭，搭上班族、搭休闲、搭老爷裤、搭青田都可以。说这个版型也是做非常好，就是也是 oversize， 而且呢在这边多抓了一点小蓬袖，就是增添了一些色彩哦。然后大家真的这件很多人买，所以呢你可以用2000折200来做使用，我觉得非常棒。可以多搭五分裤吗？母亲节到11号嘛，我们看官网的那个时间哦，好不好？好，马裤的话，我等一下请小帮手再帮我搭一套蓝色的，好了。好，然后我刚刚介绍那个外套，也好多人买粉红色哦，就难以抗拒粉红色的外套。到底要去哪里买这么好看的粉红色外套？就在剧院了。好，粉红色外套真的很少见，但是我那天有介绍过，它是虾粉，虾子的粉红，有点樱花粉，虾子的粉红，所以不会很可怕，大家不用担心，好不好？好，然后如果有贴订单的，现在啊，你如去购物回来，记得赶快贴订单，一付款订单，我们等一下要抽奖哦，等一下要抽奖，很紧张的，我要抽奖。所以今天大家直播活动不要离开哦，好不好？好咯，所以呢再来呢，我就先来穿一下什么，好，我再来穿一下那个，好，大家想要看的这个，我用灰色的 T， 有自带罩杯的，你看哦，我跟你讲，先看一下我，然后我等一下穿下去，你就会发现我的身材比例变超好的，我直接在镜头面前穿好了。好，这个罩杯做得很好，我们有校正位置，所以你不会这样，你看哦，你看你不会一直跑来跑去，因为有些有罩杯的东西你会变四颗胸部。好，然后我就穿灰色，然后你看哦，都不会跑背，然后我的身材一秒变，瞬间 up 了。好，然后呢我要穿的是刚刚粉丝想要再看一遍我今天第一件穿搭的这件洋装，如果搭了 T 恤好不好看呢？好，鞋子我再继续咯，鞋子你们就自己斟酌你们要的颜色，但是我觉得今天买真的是最划算，有免运又有折扣嘛，不买的人真的是会很点点点耶。好，
来搭配灰色的 T 恤给大家看，灰白黑其实很多颜色都可以搭，两色很难选哦。脚上的拖鞋有卖哦，赶快去买，今天还特别有优惠价跟现货，然后还有今天刚好有活动满520免运，再来还有满2000折200，今天活动超多，买到鞋子真的非常非常的优惠哦。好，来你看哦，这件刚刚一开始我就穿，今天我最喜欢的就是 SML 都可以穿，然后你可以搭，我刚刚一开始没搭 T 恤嘛，现在是把 T 恤搭上了，你要搭黑白灰或者其他可爱的粉红色、红色，通通都可以，这样绑紧就可以了。胸部丰满的人完全可以穿，而且越丰满越好，不是吗？这不是大家想要的吗？真的很好看。好，然后搭灰 T，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喜欢搭就是背心那么单薄，所以我觉得灰色很好用，是因为灰色搭牛仔其实就最适合不过的、啊、好不好？真的，会不会很贴啊？不会哦，它是 MIT 高弹的，刚刚忘记拉给大家看，它是 MIT 高弹面料，超级亲肤的，所以 T 恤不会很小件，是很多人买回去大家就是反应非常非常好的。等一下我穿马裤好了，我直接穿马裤，我再拉衣服给大家看它的尺度可以到哪边。牛仔排扣羊是哪一件啊？今天好多牛仔排扣羊。然后呢，鞋子不要忘了，我现在脚上穿的鞋，今天不买可惜，因为呢有现货给大家。然后呢，刚刚讲了，如果你信得过剧院的话，真的可以多带几色，因为呢它的脚板宽跟指甲也不会往前冲，脚长的人不会往前冲，然后这边也不太会痛，因为它是做蛮软料的皮质，然后这边是有微气垫的，真的很好走，钢琴气垫。然后这个跟我觉得很棒是，你看哦，你以为它平平的没什么，下楼梯给你们看，它还是有 2.5 公分，但是真的脚不会酸不会痛。然后呢反应最好的颜色，问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颜色，然后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然后这个真的是票选很高。但是这个颜色你完全不要担心它的脚会变黑，完全不会。而且这一件呢，我觉得这个颜色是里面看起来最昂贵的颜色。好，想看黑配黑色马裤哦，好吧，那我就穿黑色马裤咯。好，那洋装我就要脱掉。折扣码如果你已经有刷卡订单，马上贴回来。我们等一下呢就要抽了，我们等一下就要抽了，好不好？好，那我先穿一下黑色马裤。现在你们要搭的这一套啊，我觉得就是最基本、最休闲的一个look了。然后呢，我只能说黑色瘦到不行，再搭配我们这个自带腰身的这个 T 哦，真的是瘦到不行。来。瘦到不行，刚才有问我 T 会不会很小一点，你看我突然变丰满了起来，这件 T 完全没有贴在妞的身上，而且我里面还有一件小可爱。先说这个 T 可以串到这样子的尺度，袖子也是，好，整件都是非常非常弹。那刚好介绍过总共四个颜色，你可以搭在今天里面或这样单穿都非常非常的好看。然后再来呢，这个马裤也是今天上架 SML， 超弹超瘦，然后呢真的是，我知道大家经验跟我一样，看到别人穿都好看，自己买回家，哇天哪，这马裤我哪敢穿啊，买了就是浪费。但是呢真的，你相信剧院一次，相信妞妞一次，这个马裤你不穿到你不会信我说的话，真的很瘦啦，因为我真的自己试穿过太多了，有的版型不对偏小，有的太长太短，都有很有可能影响到视觉哦。好，那我们今天还有一个现货最佳不过道的牛仔外套，是双口袋吗？双口袋牛仔外套有现货，是这件吗？哎，好像不是，好像是双口袋吗？帮我看是不是双口袋的现货。好，所以呢，如果这件搭上牛仔外套更是好看。上衣它不会很厚，它是我们 MIT 一直都在做的布料，所以大家都非常喜欢，真的很瘦，对不对？这是真的啦，因为你们每天在看我直播，我真的不可能一夕之间变瘦，除了腰很瘦是因为这件上衣之外，这个裤子也很瘦。那你们一定会说骗人，一定是你穿黑色很瘦，我等一下再来换黑色的裤子。好，鞋鞋的部分我还是要再提一下，噔噔，三色超好看的哦。所以今天呢，来，你们什么颜色还没有买一定要买。好，我再来换一下黑色。那鞋子的部分大家还没有什么问题啊？其实因为我呢介绍的真的都蛮清楚，然后我会再继续穿搭。那有没有订单编号要贴回来的？就是这边今天2000可以现折200，现在你赶快去购物哦，好不好？马裤能搭别上衣吗？好，我等一下咯。好，来这里这个，等一下鞋子有问题再继续问。那我现在搭的这件是我们今天追加补货到，你们一直都有买的。哇，好凉哦，这件衣服刚去吹冷气。好，这个呢是双口袋卖的非常好的浅色雪花，好，也是我们第一款真的冲破几千件的牛仔外套，只能说今天你们运气好，刚好搭上顺风车。好啦，这一件呢这样搭，它是这样子，也是 oversize， 然后双口袋，我相信很多人都买过这一件了。好，刚刚都买过这一件，之前啊都买过这件双口袋，我觉得真的超级好看，而且它是一个雪花，雪花浅色雪花配这种引扣，超美的哦，有没有？好，来，
然后搭马裤，然后我马裤其实可以搭凉鞋，凉鞋的话我就觉得如果你要穿黑色马裤，它比较适合黑色，整体黑色我觉得会比较帅气一点点。然后这件有现货，真的一定要搭上顺风车，2000折200，真的相对于是9折以上，真的很优惠。然后它是超级软料薄款的哦，软料薄款，平常穿36就买36，非常非常的标准。你看这样超好看。好，然后马裤我来画一下蓝色。然后刚刚有人小帮手很认真在搭那个马裤，马裤刚刚就有人问说，那马裤还可以搭什么啊？马裤还可以搭什么？好，我先来换一下蓝色的马裤。好，刚刚才讲，你们一定会觉得说，我一定是穿什么发黑色的马裤，所以看起来比较瘦，对不对？好，我先用同样的衣服来换一下蓝色的马裤给大家。那我还是要讲这件马裤超厉害的，因为它超级巨弹，你看，超弹的。好，然后你看哦，蓝色一样很瘦。你们刚刚说黑色很瘦，我觉得蓝色一样很瘦。然后呢，有人问我说，那马裤除了搭 T 还可以搭什么？好，小帮手有准备了几个哦，我们来搭看看。好，来，第一个呢，小帮手给我的是这种很亲肤材质的这个，哇、哦，直条纹若隐若现的罩衫，真的是给他一点小性感哦，有没有？你看，这个就是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美式、很微休闲、小性感的女生，不敢那么性感露肚子的，你可以稍微微扣，然后把它稍微斜肩扎一下。你看马裤，第一个可以，你搭衬衫很棒，是你可以遮住你们很害怕的屁股跟这里的肉肉，你看多好看啊！你看有胖吗？蓝色真的是很入门款哦。然后就是一个，这个有灰色跟绿色，超级直条纹透肤，超好看的哦。马裤怎么会热？马裤是牛仔裤哎，而且它只有5分，再怎么热也没有全长牛仔裤热，所以呢，我觉得它没有热的问题，而且它是薄款，而且我真的觉得它超弹哎，真的是随便一拉就这么弹。好，然后我们再搭一个，小帮手来准备了不一样的西装外套。这一次我们卖的非常好的西装外套，你们都收到了。西装外套搭马裤会呈现什么样子？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利落帅气的女性会做的哦。它，我觉得这样很好看，它就是比较时尚个性一些些。那我们这件它除了可以搭小姐姐的那种老爷裤之外，还可以搭马裤，因为呢这件它没有垫肩，它也是软料的西装外套，不易皱。然后呢，它是一个基本入门款的一个外套，就是很简单，但是它很软，然后它的那个内里是超级细致的哦，好不好？请问我里面搭小可爱是哪一件？这个这几天卖翻了，就是它是2入298里面的其中一件，请小帮手贴一下，我都在等大家贴连结哦，等一下我随时就会带走大家去抽奖，所以你们有买东西的刷卡订单的，请现在赶快把订单编号贴回来，满2000折200，满520免运，海外的部分是马币30折300折30，这个颜色橙色搭一套，搭配橙色的一套上衣是完全适合，因为我刚刚一开始就搭了黑，搭橘色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好不好？连身裤、牛仔短裤穿了，刚刚已经穿过了。好，然后我觉得这个也蛮适合搭凉鞋的，就是搭黑色的凉鞋。好，然后大家还有什么想要看的吗？等一下你们可以再继续一起穿搭，好不好？好，噔噔。好哟，马裤下面可以反折吗？我觉得其实它不用反折，我觉得就很好看了。但是如果你想要反折，当然也可以啦。但是我觉得它会变不一样的 look， 因为马裤它有一定它该有的长度，太长太短就只差那么一点点，也都会觉得很奇怪。所以呢，真的我觉得这已经是最棒的长度了，大家不要再那个再去修改它。好，我的小可爱总共4个颜色，它是有罩杯的，所以妞儿现在其实是完全就是没有穿内衣，直接把它当内衣在穿的。好了，那牛仔系列还有没有特别想要看哪一款的？有没有特别想要看哪一款？你看这马裤多瘦，我现在就直接透露在外面，不论是屁股还是腰，而且真的是好弹，真的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我的小卡有附罩杯，下播一样你可以再免运啊，一样可以免运。然后呢，大家来，谢谢。有没有什么问题？我比较担心你们鞋子的问题，因为其实如果剧院的衣服今天都算是没有尺寸的，好，都是没有尺寸。然后鞋子，我觉得，然后马裤千万不要搭一个尺寸，很怪很丑，千万不要，千万不要，拜托不要搭，你就买你自己尺寸，你买大的尺寸你绝对后悔，千万不要，好不好？好，然后呢，鞋子我比较担心大家，可以再穿一下今天细肩带牛仔短裙洋装，细肩带牛仔短，今天有细肩带牛仔短裙，这个吗？我直接套下去哦，我不知道是不是，然后我就直接套了。好，好，那大家都没有把
把订单贴回来呢，然后小帮手帮我们看一下今天是不是都有按赞、留言、分享，如果没有的话呢也是不行哦。好，这是我们GN最基本的，记得要帮我们按赞、留言、分享，好不好？好，来，是这个吗？我不知道是不是，但就先拿了。然后订单没有赶快，可以配腰带吗？可以啊，可以配腰带，可以配腰带。然后我现在一样穿上黑色，我觉得深牛仔穿黑色蛮好看的。然后穿背心，这样，然后它就整个这到 L 号都可以穿，胸围也是，绝对到 L 都 OK 的。小帮手都穿过了，吊带牛仔短裙加黑色胸垫，怎么不可以？就最适合啦。只是把我黑色变得是有袖子的，完全 OK， 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好，大家今天呢，我们有做满520免运，再给大家看一下，然后你购物我买单。所以呢，想要来抽奖免费订单的台湾粉丝，这边台湾要看这边，满520免运，这个是 GN 好几年才做一次的活动，真的是 for 什么母亲节，好不好？再来呢，因为妞儿自己有三个小孩，所以今天做这活动真的是大方送给大家哦。好，然后呢，台湾还有个满千折200的折扣码在这边，赶快来用哦。好。2000折200，超划算，所以呢，你今天又可以免运，又可以折200。然后现在我们直播活动在做的，只要你有买东西，订单编号贴回来，200508开头刷卡订单，我们等一下就要抽了，很紧张，因为呢，之前就抽到那种3000、4000整张免运的，心很痛啊。不会啦，这就是要给大家做的游戏跟活动嘛。马库175穿会很贵吗？不会，因为我们有很多的那个小帮手，大家都知道是比较高的，所以呢，马库是可以的哦。好，订单赶快偏滑，我在等大家哦。因为你不要觉得说我不可能啊，哪可能是我，就是这么有可能。因为我们每一次抽到的都是好几千以上的，我也会很紧张，因为我们要看那个秀。每次我们，因为我们都会直播直接抽，然后看有哪一些粉丝，就一抽哇，他整买整串的，然后呢，真的就是都是好几千。鞋子35买36会太大吗？会，凉鞋，请你也不要擅自做主，因为凉鞋太大就变成一双不好穿的鞋子，它会跑，会就是会掉。我觉得你就买你正常尺寸就好了，不要特别的加大，除非你的脚特别的有跟别人不一样，不然一般大众就是买正常尺寸就好了。今天这个免运活动真的优惠，台湾的地区满520免运，2000又折200，我觉得怎么会有这么双重的活动啊。然后呢，鞋子如果你有买鞋鞋的话，我们新帮大家定制的抽屉式鞋盒，好完美哦，而且呢超级硬的哦。我跟你讲，这真的是费了不少心思在包装上。我跟你讲，而且你看哦，它的鞋盒还不会掉下来，它会卡住哦。好，然后呢，这个你可以收藏哦，不要把它丢掉哦，好不好？因为真的是一个很精致，我觉得可以装自己小卡片、小情书或是小朋友东西的一个盒子哦。好，然后呢，就是非常非常精致给大家。然后鞋鞋的部分呢、啊，我脚上穿的这一双都有现货给大家，但你不要到时候说妞我没有买到现货，什么时候才有？到底要等多久？我真的已经准备够多了，所以如果你真的没有买到的话，是你们的问题了，好吧？而且今天又给了优惠，又给了。直播游戏又给了折扣码，又给了免运，还又给了现货，所以你们没有买到的话，就真的不能再问我们小帮手到底多久，一直催，一直催，一直催，好不好？好啦，好，所以大家还有没有想看什么？然后我再等大家贴订单，我要带大家等一下去抽奖，去抽奖，好不好？好，鞋子的部分，我脚上有穿黑色搭牛仔，然后呢，我自己最喜欢的，如果想问我喜欢推荐哪一色的话，我自己最喜欢的是这个。这个杏色，然后我刚刚突然想到有看到一个东西，就是如果今天是穿背心的话，我们可以搭昨天卖的很好的这个韩制罩衫。如果你里面不想搭 T 恤，像我啊就不爱搭 T 恤，可是有时候觉得可能做捷运啊百货公司有点冷的话，一定要买这个韩制 T 恤，这卖超韩制的那个罩衫，它有纹路，然后呢它是昨天介绍过了，它是有袖子都穿得进去，不会鼓鼓蓬蓬的，超好看的。好，然后它除了白色之外呢，这两个颜色它的销售量基本上是一样的，它卖100件它就卖100件，它卖120它就卖120，所以呢不要问我，因为我自己是比较喜欢焦糖色，那但是呢很多粉丝喜欢白色，因为它 不太会驾驭焦糖，就是这种卡其色的话你可以买白色。好，来，牛仔裙有小腹的人完全不明显，因为呢它这个牛仔裙真的很大，你现在就算有肚子也看不到，也看不到，好不好？折扣码赶快咯，付款不能过就再多几次咯。好，鞋子还有没有什么问题？鞋子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然后还有没有什么商品的问题啊？如果想询问妞妞的话，现在也可以，现在也可以。我赵三自己是推这个奶茶色啊，我自己是很喜欢这个奶茶色。然后呢，但是很多人买白色，因为我觉得奶茶色可以搭整身的奶茶人，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棒。好，来哥。好，浅色吊带裙大口袋，好，来哦。所以大家如果谢谢还有任何问题，你一定要在现在发问，因为我们在直播当下可以帮你解决所有的疑难杂症，你就不用再等客服了。所以你有鞋子不会买啊，该买什么尺寸、什么颜色、推什么色，都要买什么颜色，好，就真的自己好。我们今天会以牛仔系列哦，所以如果大家想啊，我讲到突然看到我的耳环，差点忘记讲我的耳环了。好，我耳朵等一下，我先插播一下耳环。我耳朵上的这个就是大家日也盼夜也盼想要的这个耳环哦。好，一样今天满520就免运，所以没有买到的话就没有了。这个耳环呢，它是这种立体的，有看到吗？它是有两个爱心在上面，是立体的。然后呢，我觉得我昨天就戴到今天，就很多人在注意它，很喜欢了。好，然后呢，我再另外速速的把耳环讲一下，然后再来就是这个海星，这个海星我自己有买，因为我觉得好久没有这种简约又典雅又好看的款式。好，之后会有跟的凉鞋，目前不会这么快，不会这么快哦，因为鞋子真的忙碌很忙。好，这个海星我觉得你看哦，简单又好看，然后它是做这种珍珠的。很小很小很精致的珍珠，很精致，很小很小，但是呢你看远远的还是很明显，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看。今天有上架五款的那个耳环，一定要买，因为我们好久没有上耳环。然后再来这个是我今天最喜欢的，超美的，它是这种爱心，彩虹爱心。好，赶快把订单贴回来，我们等一下就马上要来就是做那个抽奖的动作了。好，这个粉色爱心大家一定要买，因为已经好久没有跳到这么漂亮的款式，这么漂亮的款式，所以大家记得一定要赶快来去做购买这个。然后我们耳环一直都是卖得非常好，很难抢购的。然后今天这几个都是小而巧、小而美，好搭，所有的牛仔系列，所有的上衣都可以搭配的。今天就算只上五款，但是真的都很好看，尤其这个，这个已经好久没有买到这么好看的耳环了。还有这个跟它长得有一点点像，它是乐福，但是你看它一个爱心，然后下面垂坠一个乐福，天哪，这个耳环也太好看了。对，然后呢，给大家看一下细节哦。我跟你讲哦，细节非常非常多，你看哦，它是长这样的。很漂亮的一个乐福哦，你们自己到官网上去看图片，好不好？真的，我觉得今天虽然都是小而巧，但是非常的美丽。然后呢，压轴这个花是我今天里面最喜欢的，居然差点忘记介绍它了。很小的花，这个花超级精致，它是整个都是金属哦，它不是那种塑胶材片哦，它是金属的，整个都是金属。你看它材质非常好，然后还有做花蕊。这可能真的要上官网看，因为真的非常漂亮，花蕊的。好，今天走上个五个款式，但是五个款式都非常的强大。好，要再看是焦糖色鞋子，焦糖色鞋子就是网络票选最高的。我其实现在还不知道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但是我等一下稍微来看一下网络票选。好，来焦糖色，我三个颜色都有买，因为我觉得我很喜欢穿休闲跟牛仔裤，所以这三个颜色真的实在太基本了。订单贴一次就好了，订单贴一次就好了。好，还有没有鞋子的问题呢？我们等一下要抽奖喽，所以呢，折扣码还没使用的，或者是你在直播之前，赶快把订单贴回来，赶快把订单贴回来，就是可以2000折200，又可以再抽奖，然后要已付款刷卡订单才有抽奖资格哦，好不好？才有抽奖资格。好，然后呢，我自己也蛮想知道鞋子到底哪个颜色卖比较好，我现在先去偷偷看一下。好，大家等一下哦，好不好？好，来，小帮手，等一下帮我开一下。好，焦糖色的话在我的脚上，我觉得焦糖色它就是一个很穿起来脚很质感，鞋子很贵的一个颜色。然后三色真的蛮多人就是戴这两个颜色，或是这两个颜色，因为好像大家都想要不想要两个浅的那么近，所以呢，通常都会配到黑色，都会配到黑色。好了，那我们等一下要进行抽奖，其实这都蛮平均的。好，我觉得都蛮平均的，所以呢，大家呢自己可能动作要再快一些些了，因为呢，差不多现货不多了，真的不多了。好，还好准备的够多。那如果你今天想要等一下就收到就是出货的话，你就赶快在直播的时候下单，因为我们下午中后就会开始出鞋子的货咯，好吧？然后现在赶快把订单标贴回来，然后
折扣码也都给大家了。今天的活动就是满520免运，哎，拿反了。满520免运，然后2000折200 ，520免运。然后海外的地方是这样子，海外的是这样，满300元折30元马币。然后一样，我们等一下要抽订单咯，好不好？耳环大部分都是银针，银针。好，订单面要贴回来了吗？货到付款不行，一定要刷卡订单，所以你是刷卡订单再贴哦，好吧？这是多一个直播活动给大家而已，所以呢是附加价值。如果你是不方便刷卡或是没有信用卡，也是有，那你就没关系，就是不用贴订单了，好不好？就今天是 for 那个一定要已付款他才有抽奖资格，好不好？因为是整张订单送你啊，整张你要买的东西整张送给你，真的是还是要照一下我们的规则咯，好不好？好了，拜托再穿一下一字领上衣，好，最后一件一字领上衣，来给我一件裤子嘞。好，一字领上衣，来，好，这个，好，等我一下哦，我穿完这一件上衣，今天的那个牛仔上衣，扣扣子的那件，好，稍等一下哦，好，我们再穿完这一件就差不多了，好，那裤子我看一下，好，裤子我搭一个昨天的那个喇叭裤好了。请大家等我一下喽，好，等我一下，我再穿最后一次一字领上衣。这一字领上衣的现货已经快要售完喽，然后如果大家有喜欢的话，可以动作加快一点。然后我搭配的是昨天上架卖得很好的一个超弹力的直条纹，有点微小喇叭，超级舒适加显瘦的裤子哦。好，来就是这一件啦。那刚刚这个一字领上衣，我还是会选择用绑的，我觉得穿起来真的很好看，身材比例很棒。好。这样子，稍等我一下哦。好，好啦，我们等一下去抽订单喽。够瘦吧？这件裤子昨天卖的超好，它是一个超级大坦的一个直条纹超坦，完全不会贴身的，有点微小喇叭的长裤，所以穿起来身材比例超级好。然后这个袖，这个是你们想在看的，如果是我会穿成这样，不要的话你就直接放下。然后它的袖子它是薄款软料的，所以不用担心它完全不热，完全不热。好，订单面料都贴好了吗？然后像我啊，如果是外出拍照或是弄小朋友，我就会稍微拉起来，别蓬蓬袖。然后一字领后面都是，所以它一字领不会一直乱动。它就算是乱动，它就算你举手，它最多也就这样而已。咻，好，就这样。好啦，订单编号都贴回来了吗？刚刚五分裤的腰围66拿什么？来，小帮手要麻烦协助一下。好，所以呢，今天的活动呢，大家都有参与了吗？满多少？满520免运。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老实说，因为我到现在我还是不太能接受。就是我觉得520免运基本上就是对我来说就是真的太多了，然后呢谁知520免运又做了一个2000折200第二门槛，真的是很优惠，加上今天的鞋子又有优惠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会所有的活动都在这个母亲节全部一起推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怕。Hello， 只要贴订单，要刷卡订单就可以参加抽奖。我们等一下要进行抽奖，也要带大家去电脑前面喽。好，可以再穿一下帽子吗？什么？穿一下帽子？想听马裤？马裤我刚刚已经有介绍过两次了哟。马裤等一下你们可以看回放，好不好？想买马裤的人，等一下看回放，你一样可以去购物，一样是满520免运，所以你们不用担心哦。然后裤子的话，赶快去添购，现货只剩一点点，这个我超级大推的。然后你看我一样是搭配今天的杏色的鞋子，超级好看的，有没有？好，然后鞋子啊，我要提醒大家，刚刚 Newers 有没有偷偷去电脑那边？我跟你讲，有现货，但是现货真的剩一点点，我估计它到。不会走到晚上，就是下午左右就差不多了。所谓的下午，现在已经下午了，大概两三点就差不多现货。那我还是要请大家配合哦，不要到时候没有买到现货就说哇多久啊，我现在就想穿，现在就想要，到底要多久才有？我要先讲，现在都好现货，但真的不多了。那鞋子的制作时间最少最少最低最快，再怎么快也要14天的定制时间，所以要请大家多多配合咯，好不好？多多配合。好，那你喜欢的就买，如果你觉得你想要再看的，那你就再观望再看咯，好不好？那只能说今天鞋子有优惠价，就是880元，又做了80，等于是80块的免运，货到付款是120，所以你的880又要再减掉这个80块，又再减掉有的120，又有做2000折200，基本上你的鞋子算一算，真的不到800块就可以把它买回家。那这个价格是会回来的哦，因为呢，这个鞋子真的是 for 就是母亲节才给大家的优惠，不是一直都有，一直都有。那鞋子会一直卖，鞋子会一直卖。
好，这是什么裤子哦，小帮手，这是昨天上架有点微喇叭的那一件，然后它一样是超级弹力修身直条纹的，然后长裤穿起来真的超爽。好啦，那我们要带大家去抽奖咯，台湾的部分，好，我们先抽台湾好了，那台湾的粉丝要等我一下下好不好，我们先抽台湾的部分，网络卡住了，那要稍等一下吗？我们要先抽台湾还是大马？好，我们要带大家到电脑前面去抽奖。今天呢，最后再等大家，还有需要等待的吗？如果你是刷卡订单，你购物我买单哦，你购物券买单哦，好不好？然后呢，是刷卡订单，你把订单编号现在立刻马上贴回来，因为我要把你们带到电脑前面，电脑要抓你们的订单编号咯。好，所以呢，再等一下下是不是？好，没问题。那海外的部分呢？好，等你。好，我看到两个等我等我，所以好，那妞我就刚好也稍微喝个水休息一下。好。赶快，现在都是贴订单的时间，然后呢，写写一样哦，后面进来的啊，或是想要知道的，你们也可以赶快，就是再跟大家说，再问我问题，好不好？好，来哟，噔噔，鞋子我觉得今天真的很便宜耶，就是它880又免运，然后2000又折200。然后又有精致的鞋盒，我真的觉得不在今天买鞋的人，真的我也不知道你在考虑什么。但是我觉得今天没买，之后应该也就不要买了吧，不然真的就觉得优惠过了买，你一定会心痛啊！当初你有跟到优惠再考虑的。好，可以的，妞妞母亲节快乐！哎，讲到这件事，大家是不是应该来祝我一下母亲节快乐？妞儿现在身为三个小孩的母亲，我觉得我蛮有资格过母亲节的。好。以前还不是很习惯，但是现在有三个孩子了，母亲节就是我的节日哦。因为呢，现在大家都会过七夕情人节啊、西洋情人节啊等等的节日，其实妞儿平常已经没有在过这个节了，毕竟结婚了也没有什么时间。但是今天这个母亲节，除了我祝我母亲节快乐之外，我也祝大家母亲节快乐。所以呢，今天呢，公司也安排了一连串优惠的活动给大家，希望大家开心，大家喜欢咯，好不好？哎，在等待的同时，可以了吗？没有差 L 耶 ，sorry。所以要不要来祝一下我母亲节快乐呢？好，我们要不要来祝母亲节快乐？小帮手已经准备好，要不要抽奖了。所以有没有人还在下单、在等接订单的？可以赶快跟妞儿说。好了吗？母亲节快乐！鞋子可以再穿一色性、一色焦糖吗？好啊，没问题。一色性、一色焦糖，一色性、一色焦糖，好，来，这样，两色都很好看。然后焦糖色，很多人在犹豫说，我脚会不会变黑？先告诉你不会，而且焦糖色看起来感觉比较贵的感觉。好看你平常穿衣风格啦，如果你是走比较小姐姐风，喜欢穿西装裤啊、长裙啊等等的话，我就会推荐你买焦糖色、欸。好，母亲节快乐！好，还在下单吗？还有朋友在下单吗？那可能大家稍微等待，不会拖超过大家一点的时间，好不好？一点我们一定会结束直播，所以呢，再给大家一点下单的时间。然后呢，今天一样哦，再来再强调一下，你购物我买单，我们现在就在等大家下单，对不对？想要抽订单免费，不要觉得说不是你，有可能就是你。然后呢，什么小帮手？小帮手也想试穿，突然来试穿我的鞋。好，来免运520，台湾免运，然后2000折200的折扣码。折扣码等一下关播之后找不到的话，其实可以到我们的官网去找啦。你现在要截图也可以，好不好？要现在要截图也可以。这个衣服差 L 就可以穿的，它本身range就很大，就是宽版的。好。好，来来来，所以呢520免运，2000折200，然后海外的部分是马币300元，这里消费300折30，这个活动一直都有，这个活动一直都有，这里好吧，这个活动反应非常好，所以呢大家可以多加利用哦，好不好？好，还在下单中哦，好，我等你等你。那大家抱歉了，我们要等一下，就是大家下单完，因为毕竟直播活动嘛，好不好？但我们不超过一点钟哦，好不好？因为大家都还有事情嘛。好，然后呢领奖的部分，等一下被抽中的人啊，你就在私讯我们小帮手就可以了，好吧？那他会先直接审核到底你有没有过那个门槛哦，有没有是符合我们的资格刷卡订单。好，然后呢，妞儿呢，现在要再穿一件，最后了，最后喽，
就是我今日穿来上班的衣服了。好，这一件呢现货不多了，但会不会再追加其实我不太确定哦。它就是因为呢它真的制作时间超级久远的，然后每次要等它都只能说是要等到一个天荒地老，所以呢这一件呢其实我不知道会不会再追加了，但是就穿给大家看咯，好不好？好，我已经换回今天的衣服了，那一样它一样是可以配我们的鞋子，没有问题的。好，它是一个卖的超级好的 MIT 棉质裤装，好，相信老粉都买过了啦。新粉，如果你今天想买东西的话，它是一件连身裤，超弹，棉质。好，但现货不多了，剩十几二十件而已，下一批真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到。所以呢，你喜欢这件棉质超瘦超便宜，你今天可以用折扣码去买。之前杏色的外套是套装吗？杏色的外套不是，那是我们自己搭的。好，想看耳环哦，有耳环，我刚刚已经介绍过了。今天的耳环就是这个，一款，两款，三款，这乐福超可爱的，这个你们去逛逛看好了啦，因为比较清楚。然后海星是我今天最喜欢的，还有一个小花，这个小花超精致的哦，你买回家你会吓到，因为它连那个中间那个花蕊真的是细度到100分。好，最后我讲一下，我们好像有韩制追加补货到的东西耶，就是渔夫帽，你这边有渔夫帽吗？渔夫帽黑白，最后了，最后我讲完我们就去抽奖。好，所以那些下单的就不等了，好不好？来，追加补货到的帽子，韩制。如果你想要买这个帽子的话，赶快去喽，因为韩制的东西有时候空运来台跟厂商那边不是那么稳定，所以你要买东西也不是那么的容易。看得到可能没有了，那时候没有。所以你想要买韩制的帽子，第一个这个追加补货到，还有白色的渔夫帽也有追加补货到。好，黑色、白色好像都有。哦，有。好，黑色、白色都有。这个白色渔夫帽，黑色。然后白色追加补货到，尤其是白色大家想买一直买不到，然后它是可以这样自己熬的哦，好不好？记得它吧。好，就是这个白色渔夫帽也到了。好，第三个就是这个的白色跟紫色现在都有现货。好，所以呢如果你想买帽帽的人，然后我身上这件真的不多了，就是我顺带一提，好不好？然后它可以拉一支就好，你都可以。好啦，来了，我们来去抽奖哦。我们先带台湾的粉丝好了，等一下哦，那大马的粉丝等我一下下哦，好不好？等一下下哦，马上回来。好，台湾的粉丝，我们现在抽奖哦。好，刷卡订单我们要抽奖，开始哦。好，来，我们要先抽海外的粉丝，要等一下喽。我们先抽抓留言，等一下哦，这边。Just Monday Live， 然后三名，是不是很紧张？全部免费哦，是刷卡订单的话。好，三名，然后我们就要立即开奖。好，这三位，哎，小方总有一位帮我截图一下吧。好，等一下小方总会打一支水。好，那我们现在呢，先来检查订单，大家一起检查，是要刷卡订单，来线上刷卡。然后这一位呢，他是买这些东西，然后免费。对 ，Patty 你中奖了，好，有符合资格。第二名，哎呦，我们等一下要继续海外的部分喽。好，这也是线上刷卡。好，来，再来，第三位。好，稍等一下哦，大家都有在符合资格。来，第三位没有资格，因为他是超商取货，所以呢，这个没有，我们会再抽一名出来，好不好？我们每一次的活动都会不一样哦，所以呢，请大家自己要就是再来参加我们直播活动。然后我们台湾现在有一名、两名是符合资格的，第三名没有，所以呢，我们还有一个机会可以抽。那你等小帮手一下、哦，好，小帮手现在再继续哦，这边改成名额，还有一名，因为刚刚有一名。那我们就再来立刻开奖喽。好，来这个 Doris 吗？好，我们来贴他的订单，看看他是
谢大家的配合。然后我跟大家说，今天台湾呢有三名，然后有两名。第一次呢有一名没有符合，所以我们又再重抽一次了。好啦，那台湾的粉丝反正这个周末都有这些活动，大家可以到官网去看一下活动，好不好？那就先直播到这边，因为妞要跟那个海外的抽奖咯。那如果任何的问题赶快问小帮手，那鞋鞋还在观望考虑的赶快问一下小帮手，或者问一下你的亲朋好友到底要不要买咯。好啦，就这样，我妞先祝大家母亲节快乐，拜拜。